500万。好，我给你地址，你送到秦家来。给人打电话演戏呢？你一个无权无势无眼的三无产品，上哪弄那么多钱来呀？还想找几个演员就想把我们糊弄过去？我可告诉你，这500万我可要的是真金白银，要的是现钞啊！你别拿一张空头支票来骗我们，你要是拿不出来就别想进我们秦家的大门。我们秦家虽然现在落魄了，可也不是阿猫阿狗随便就能混进来的。臭小子，识相点，立马给我滚出去。所以你们的意思是我拿出500万我就可以迎娶孟秋了是吗？那也不、对呀，你能拿得出来吗？你见过那么多钱吗？我看你浑身上下加起来也不到100块钱，你吃饭都得靠我们孟秋吧？学人做小白脸呢，白吃白喝你还想白嫖啊？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给我闭嘴！一天到晚不着家在外面瞎混，这几年你的诊所挣到钱了吗？30的人了，让你早点嫁人，偏要去实现什么人生价值？你的价值在哪儿？你的价值就在于赶紧嫁给郭少，带领我们重回秦家，要不然狗屁都不是。孟秋的价值从来都是他自己决定的，他想做什么我永远支持他。还有他的命运也不是你们什么联姻的工具，他就是他自己。周毅，你别在这花言巧语了，我女儿就是见男人见得少才会被你骗的。支持拿什么支持？那嘴啊，能给我们家带来一分钱好处吗？我告诉你，500万你要是拿不出来就赶紧给我滚蛋，别糟了我们秦家的大门。周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